我有点感冒，装修声很吵，突然修电脑，修电脑有个事要考，这是英语课，前天没时间，前天没时间，昨天没灵感，昨天没灵感，今天是死线，今天是死线，明天再看看，再看看。早上不存在，早上不存在，中午没状态，中午没状态，下午发发呆，发呆而发呆，晚上过得快，过得快，马上就